然后呢，我要来领一下帽子皮了。接 G E T。哦，初始帽子的皮卡丘。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输一下啊！如果懒得去搜的话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哇，得到了初始，这是初始帽子的皮卡丘 Y0U OK， 就决定是你了的帽子的皮卡丘。就决定是你了，是二十周年那次吗？二十周年那个电影是不是就决定是你了？出现了，好像不是，这好像也很早的一个帽子。N C E OK， 风原帽子的皮卡丘 OK， 咚，哎，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，这个明显是一个精灵球的形状了。WESH OK， 收到了合众帽子的皮卡丘 OK， 来了从天而降的光机，哦，这就是合众帽子的皮卡丘啊。 K A 好，就这个卡洛斯帽子的皮卡丘，他来了。卡洛斯帽子的皮卡丘，哦，原来是你啊，只有帽子不一样，每只皮卡丘都长一样。 K A 皮卡皮卡来了，阿罗拉帽子的皮卡丘，好了，这就是第七时代的阿罗拉帽子。哦，是这样来着，我都不记得这些帽子长什么样，完全不记得。 V0LT TACK LEPEKA， 没错，神奥帽子的皮卡丘，原始回归和超进化都确定不回归。Oh no！ 哇，这就是神奥地区的皮卡丘。1855，好，就是这个。好，世界帽子的皮卡丘就是它来了，这是世界帽子的皮卡丘啊！哇，最近都是我看这几只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。六只、七只、八只，八只已经齐了是吧？八只已经齐了 ，OK， 好，全是纪念。如果让皮卡丘上场的话，大家也都看到后果了。刚才有一只皮卡丘兴冲冲的登场，然后后果大家都看到了。皮卡丘，耶！耶！皮卡皮卡皮卡丘出来打了一趟酱油，可能酱油都还没打到呢，就被干掉了。然后招式呢，十万伏特电光一闪铁尾电网，哦，招式完全都是一样的，招式全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小智给他们的招式是吧，十万伏特电光一闪铁尾电网，初训家是小智，每一只的初训家都是小智，像不像死机了？你看见，哈哈哈哈。